Hello. 계속 하려나? 你给我啊，复购高就得高吗？这侧柜梁宽度多少？啊，你这一箱买回来，后面的什么的，哦哦哦，现在把那宽度。用的紧张不长明明一块不怕长亮压住吧可以的来了这个是5V的吧哪个这个加热的加热总共的话36个千瓦36对我们小一点还小啊很高的加的都60-70那些60-70实际上没有它那接线方法改掉了改低调的改低调的他说60-70都把改低调的先夹板第一步先把一边那个固定起来我也会有3A 的金属膜的设备像这就这个也是一样的我知道是一样的嘛、然后就是一个烘箱没有什么烘箱就是保温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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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它这个是如果是做金属膜然后那个它是你要什么材料一样的呢要什么材料有一点是 CDP 的这个吗厚度多少有一些那肯定有一点厚度多少你这种如果压这种只能4-5公尺拉过来多少钱是吧啊机器你跟我跟李总谈了没有啊、你价格你跟他谈就行了你买的话也买1.2米的宽吗也买这么大吗还是要重新定做重新定嘛1.2米吧你这个出来的成品也只有1.1米啊1.2米啊1.1米有效1.2米有效的是1.2米那要重新把那个胶滚磨掉了可以1.2米压可以压的那你看你产品要压多少我的产品压了多少最宽压多少1.5米你要多1.6米你要1.6米挺好的